上师的邀请，来到了尖沙咀码头的餐厅。一到了这里，立刻就有优美的歌声供养着师佛。他们是知名的歌手欧丽瑜和欧小丽。十方同修会位在维多利亚港附近，而常仁上师同时负责带领着香港华光功德会。这些年，不论是甘肃的水窖工程、汶川大地震、青海大地震、甘肃土石流等灾难，华光功德会都是在第一时间前往灾区协助救难，默默耕耘，实在是令我们非常敬佩。所以来到香港，莲生法王当然一定要前往十方同修会，勉励常仁上师和所有同门。这是我们的公关部。真好，走走走，你在香港小姐，你看，父母的佛爷光，青海。读这个，徒步这个筹款，你看，都有佛爷光，太不错了。华光功德会目前推动许多救灾的活动，而常仁上师还有特别令人赞叹的，就是金鱼佛像坛城的设计。在这边办公室，我们看到了庄严的佛像，但莲生圣尊说还不止呢，这里的佛像很大，要从天花板屋顶才能掉下来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现在看过去好像哦，不好意思，漂亮，哇，哎，我看到那个光就差不多莲花生大师的那个背光，差不多是一样，像羽毛一样，像孔雀羽。你再看，还有的，你看，尊胜，大佛祖师称。师亲跟吴卓，哦，那个中间说弥勒菩萨，哦，弥勒，这跟达摩跟结账式的一段，西雅图结账式的一段，是不是？卓，那地藏菩萨跟这个泰山的那个。就按照这个地藏经里面，延命地藏经里面这个赤童子跟白童子，三个童子。三个童子。有一些出现报梦给他们说，这个这边是豪宅。豪宅。更便宜。豪宅。赶快了。讲的就是观世音菩萨28个圣咒一样。五个虚空法菩萨，千手观音，千手观音，千手观音，包办了吗？常仁上师真的是多才多艺，整个十方同修会的坛城有特别设计电动的光明殿，以及含60尊太岁的太岁殿。您看，这些护法尊者也是非常高大雄伟。所有的坛城还可以依习增怀珠变换不同的灯光效果，令人惊叹。只剩下加持了啊！请根本上师上香。
贵人满地，来点心和奉公。
我讲不下去。应该啊，这个有时候啊是这样子的，他山之石啊可以工作，无妨呢、啊、到别的分堂去做一番的这个研究考察，否则你想想看，台湾这些分堂你走过了以后，再看看人家香港的这些，它只是一个同修会，啊，同修会还不到分堂哎。无妨啊，多参考人家是怎么做的，那么自己是怎么做的。人家华光功德会他们也做得很好，青海艺术是九世班禅，就离开北京的时候到了艺术，他传十根金刚法给沙迦正空上师，那么他们到了青海艺术那个大地震的地方，这个法光功德会，香港法光功德会也做了很多的事情，这个还是有一点因果关系的。有一些因缘存在的。那么刚刚呢，听了小丽跟她的姐姐是吗？跟她的姐姐，他们唱的歌啊，歌声依旧啊，那么嘹亮好听。何其可贵！那么小丽的姐姐，好久没见哈、那么看了以后呢，觉得她哈、这个瘦了很多。啊，这个也是男人本。以前我看他就好像屏风一样，现在他终于像样了一点。歌声还是那么好，歌声还是很好。那么也看到很多这个旧的相似的啊，以前在这个常人领导之下，那么也做了爱染明王的这个法会，爱染明王的法会印象非常的深刻啊，他那个现代化的这个变啊，现代化的变，每一次想起来就砰插子，那个奏音呢、变成那个 band 的那个拍子，哇，非常的震撼。